这前锋叫大方呀。哎呀，徒手炸！跑个球，跟一下吧，这不像闪现啊，擦眼也没有，这估计是金身的。算了吧，金身应该是不中了。万一他不是金身，哎呀，这不应该这事。还给一装。该给鸟的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呦，就是不信这个邪，明明知道他是金身，我非要去搞他一下，那不是，这不是欠锤吗？
快开呀，兄弟！真是，这就抓到我了。早知道这四合院就不应该修，怎么给我四合院？应该是重装了。魔术师难受哦，到处干扰他电机，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那也得干扰。你抢机子修四合院去，这个蜘蛛怎么疯狂白给？我这不又扎好了吗？我都已经吃了多少刀了呀？哎呀，这个翻板速度！我是逛街，吃一刀之后逛街了。被偷了，哎，这个丝为什么我踩不到啊？偷偷摸摸的给自己打针，
哎呀，我去一个，我直接当面打针，看你吐的怪，这我丢的。打针，弄到最后一无所有。红蝶，哎，不会吧，这就抓到结石了。开始。技能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晋升吧。接扯的，这是发信号呀，好吧，这把我不修了，这把主要修机交给空姐了。哎呦，头都大了。也没带怀表，晋升交了。他机子呀，吃点还过来干啥？
哎，不好音质取消了，还给他送了困兽之斗。一厘米球，哈哈哈，技能都开了。保不住了，这波死点不应该过来的，一直在给他送困兽之斗，你修机子这把不就没事了吗？修机子这把必能大阴仗，他给他送困兽之斗，我撞这恢复的快得很，那只有刷了。这空姐走不了，走了吧，看看能不能走地角。哟，你这还能走的吗？哦，再见。蜘蛛抓黑妹子，怎么不要鸟啊？白给了，
抽根针。一样前锋，80%近身，真是。哎，他把金针换了。快点，说不定还能把黑妹保出去。干啥去？黑妹可以啊，点呐，要好点呐，黑妹带飞。还没带瘾了，怎么机械所有限制都出来了？办的啥呀？反佣兵了，估计是女巫了。黄衣啊，闪现黄衣直接跟，这个得打骚扰了，他把闪现交了，不然刮伤人了，估计交了扯都扯不下来。突然世界都安静了，这个街是娃娃一死。
太鸟了。他炸了。兄弟，你抓我没有前途呀！你抓我没用啊！先出手啊！你先走。修一台游戏结束了呀，GS5，GS这边修的舒服啊。空一万刀，他已经炸了，你闪现拿刀你，然后又被那个又被撞一下，还有鸟，基本上游戏结束了，直接点了，哦。僵尸炸鸡好恐怖啊！真的假的？每次都能摸到护臂。点有人，这么快就盖一板子啊！盖一板子啊，那头怎么这么铁啊？
哦，追不到黑面了，就前锋了。那你不完犊子了吗，兄弟？牌和那个，走。现在生怕他要闪现。一点要闪现的样子，我是你哥，太巧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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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牛逼！哇，开门老好用了。怎么抽箱子还回退的？打的啥嘛？僵尸顶住哦，顶住哦！Nice！大爷的！啊，非我还有车票，我今天非要把车带走了还。
我有香水，他没一刀，我还有怀表，起点开了很多，干嘛不谈呢？这不黑妹不能死，黑妹死了就没了。你挂证，我把他带走了呀，孩子，乱挂耶！怀表了解一下。气不气嘛？强行把人捞出去了。这还稻草人小丑，什么声音？断了，怎么还没张狂呀？那风窗一刀，那你怎么开技能啊？你没特定器的话，炸了呀？那应该是闪现了。他要带这套的话，不可能带金身。真的是封装，那整一刀子鬼，下一波闪现了。还没闪吗？还是平追吗？他不会真带金身了吧？他终于开技能了，他终于有个治愈了。金身，金身，预定了。想象的话，这演员早死了。你不教我不装，你自己慢慢憋着吧，看你憋到什么时候去。哦，这边有人修了，走去把那冰箱弄出来。
哦，带金砖给人也下来了，气不气嘛？我还要给你来一下。爽哎、欸！还带底牌呢，小丑带底牌，真狠。我搞了半天你没一刀哦，我还在给你断你的腿。哈哈，没事，留下来送他煲汤无所谓的，看他太惨了，憋个金身憋了一整局。太惨了，我这个出人点不是屠夫出人点吗？你是服务吗？哦吼，这个走低的，你敢签那个金枪吗？你签金枪，你签金枪，我装一下盖一板子，锤不死。前锋娘抽刀不存在了呀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生气了！哎呦，再见！你告不上人了。你看他一脸要闪现那样子。给你机会闪了，我一直拉距离，我就跟你跑，不跟你玩板，我就疯狂跑就完事。哎，他们闪进去，哎呀！骗自己了。摸摸摸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厉害！三二一，走你！这样双瓜。哦，你在哦，那我就不去了。
兄弟救一下我，兄弟兄弟兄弟此地。几秒救就完事了。没有球了，没有球了，中不了了。再给一个球。这个颜色我不是很懂。哎呦我日！我都不跟你玩了。自己都迷了你。救人救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真搞艺术啊，不救了，再见。卡个耳鸣贴一下，救都不会救你的。人家好像叠了个铁屁股，哎呦我才发现有空姐，还不得不救，不救还不好打。
真是哦。我姐都不打篮球的，给你把三连破了，等我到换时长就完了。拆掉空姐了，三台够了。说的有点慢，兄弟你怎么回事？能不能没吃起来啊？我去，这么快的吗？点了吧，下一局有个意识打死在这里。应该在帐篷那边。女巫啊，这个不好装啊，头大了。不让你拿刀呀，圈也没人帮忙捡一下，我死了。
寄生哪位到那里重新寄生了呀？闪现呐、啊！你直接把狗换闪现了，这没意义啊！我这边等到娃娃过来吧。圈好像被人捡了，不知道谁捡了。我自己去捡个圈吧，免得他寄生别人。被偷了，还在那弄空姐，别快去一下过来。我子你哥，去一下，你捡了圈了，兄弟。爬呀爬呀，你们爬不好吗？一刀应该结束了，这红眼消掉了。哎呀呀！图在中场，等会我藏一下自己啊，让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抓的。藏一下子，裁判没掌好，封窗和一刀应该是，对吧？看他教什么技能吧，八成是金身了。
面六十一应该好六吧，有三个球。直接跟，敢交闪，那我就直接我就敢跟，你不交闪我就不会来撞的。感觉跟这不炸了吗？还互动速度减少了，你敢交金身？我带你敢交闪，我就跟。红装嘛，我这把不修了，我直接跟你好了。这都能死啊！有种你跳回去！谁给你的自信呢？还敢签？七炸了。我就保证让他挂不上人，让空姐全速修机子完事，然后就直接下局见了。现在他急，现在急成一匹马，现在贼急，没挂上人慌。哎呦，生气了！哎呦，不好意思。你快点打他，打他！空姐，我看好啊，风险太大了，这你敢摸？你和先知换一下位置嘛，你压先知就这空姐一点都不灵性，那这要嗝屁了。这么好的局，那得瞎搞。然后还被偷了。跳不过来，很多演员这边被守住了。摸我呀，摸我呀！那只能打后面了。
杀空姐，这个人就走了，不杀，我就怕他现在有闪现啊，有闪现我肯定就要去世。估计是有闪的，我给他保持距离吧。着急啊！蜥蜴急，现在蜥蜴很急。空闪大师。挂了我也快表，你不挂呢这个人就走了。哎呦，人还要下来了，哟憋不我去世了，可以把他卖了。这把差点也被这个空姐搞输了。哇，还是富江皮呢，跟一下吧，我这就把全踩了。发信号呀，他不发信号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呀？大宝吗？为什么打后退刀呀？还放狗？这把压力大了呀，没人帮我去，这个人还不好撞，他不会本体还放个狗摇尾吧。我把自己卖了，我也把这个人得救起来了。
被取消刷刀了，兄弟，又白给了。先去后母。就吃点，弄他！你丢啊你！还被咬到了，再见，没球了，我救不了了，我得找黑妹去。好了，这里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他这边要寄生我了，快点，寄生有事，搞死！那我蹲地脚去。这地脚不好蹲啊。这纯点，这相机在脸上。
找一找其他人。这群体不修机子呀，大多都在终点那边，起点一个人都没。哎，黑妹呢？节奏真的差。换人锤，你这不玩板弱呀？
没有 VIP 的电击守不住呀。成功白给你了，也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不按套路出牌，这打你招怎么没亮？这段已经只能沦落到用 US 服了，打蜘蛛赢不了，杰克被搬，车脸不好，不好拍照。小木屋应该是那个先知了，人不见了。哪里了？那是真的隐蔽呀、啊！有人在修人皇，膨胀啊！
很贼。这次服的弱点就是玩板，感觉还不如带个狙猎好用一点。但你们两个人救不了人了呀，可能这波小心偏失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这个刀，一个摄像机你硬是打不过去是吧？不好，用命，用命救。这波应该是挂死，我得要用命倒了，这不用命不倒的话就难倒了。救不了人，电机还要回退。直接守吧，我插刀快无所谓。我就不信你缠了个腿，三个人全部都受伤。哦，不对，空姐没有，两层的恐慌，信你修得完。追吧，
觉呀。先知在漂移，给力哦！那个冬蘑菇，一砍三，一砍三。走起走起，哎，前锋不是从医院里面出来的吗？怎么没看见镜像啊？是不是在二楼？让我捡一下尸。早点拿刀啊！浩大的球。捡肯定捡不到吃的，没有用。哎，卡了一下。感觉是在小木屋那一块，那边乌鸦飞了，应该是在这边都没有看见人。白给了呀。没交出来，那把它挂远一点。这波是个好机会。应该是要丢两台了。不救他镜像吗？
换人挂了。鸟还没交，还剩两台遗产，差不多。看能不能远程拦一下人吗？先直，跳箱。唐诗不在。全体保他呀！嘴里能亮起来呀！死宝他真难打，嘴里半天不亮啊，难打呀。嘴裂不亮没办法，接不到人的。还有鸟，刚才鸟没交，头都大了。懂的，这个角落肯定是刷了一个人的，但是这个耳鸣是人皇那边的。黑妹怎么前方都在修大房，
哎呦，他还绕了一个大圈转回来了。看这波能不能拦住他，送头丝试试吧，丢三台，那这是唯一的机会了，没突中就嗝屁，突中了还能打。他们应该没了。都拿到猴子了，倒是都有资源。应该集体走大房了。要么就是他一个人在大房，两个人在摸，找找吧。在楼上，还不好抓的两个人，黑妹在外面修，抓了的话又亏，不抓的话又摸好。哎，你这个一直往啊，
真的好怂啊。摁死脑了。我等他回来修机子。这么快的吗？我先确保这个黑妹飞的时候，这黑妹太烦了，打一刀就一层红，赶紧解决掉。我个爽，小木武器，直接四号机，好像是魔术，要么魔术，要么空姐，反正不是佣兵。好了。哎，我瞎了吗？我刚才看到你往这跑的呀。空姐有点怂。打到了，多线隐身啊！卡不住，哎，你交分身，我再翻回来，看能不能卡住你。哎，炸了呀！
哎呀，真的醉了。哎，干了他就死了。还给这么多时间。哎，真的是白白拖了30秒。哎，真的烦啊，白给就没了。我还要拦住空姐，拦不住游戏结束。还被偷了，给力。稳赢的局。输了吧，你跟那个魔术师那污染都能空。
说不定还能跑呢。一刀快没了，没了。空刀怪。
Thank you.
Yeah.